你为了什么而做 Vtuber？ 金钱？梦想？如果两者都不是的话，是什么原因？即使知道了没有回报都继续做，继续用钱，例如花钱委托提升设备等，纯粹想知道。我做 Vtuber 其实真的纯粹是为了兴趣，即是不会说为了钱啊。梦想，我的梦想是希望可以大家都开开心心咁样睇我个直播，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少啲压力啊，可以轻轻松松咁样睇完之后，轻轻松松咁再继续过去佢哋每一日嘅生活同埋工作。其实真系好简单咁样谂，其实我就想纯粹真系。我希望开心咯，我想开心，因为我都知道香港呢个地方咧，系真系好多嘢都唔开心啊，好多唔系太好嘅事都有发生咁样，跟住我就系想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开心啲啊，冇咁大压力啲啊，所以我都会想成日都开心时刻。如果大家真系有心事啊，或者等等咧，其实我都希望你哋可以掉落棉花糖，可以一起倾谈咁样咯。冇回报都继续用钱，其实使咗好多钱咁样做法，但系有时觉得使得都开心嘅，即系好似委托啦，我睇到张图啦，翻到嚟好靓啊，好靓啊，我觉得好靓啊，咁开心啦、啊。跟住然后咧，再掉出嚟俾大家睇咧，跟住大家睇到又觉得哇，好差，好靓啊，好开心啊，咁样，咁咪大家都开心咯、啊。好简单，提升设备都系，其实真系好简单咁，为咗兴趣，为咗开心，所以冇乜太大嘅原因咯。